个包菜炒粉丝，用到的食材都是家里最常见的，但是组合在一起味道真的超级棒。鸡蛋煎到定型以后再炒散，包菜倒入油锅里翻炒一会儿，记得抓紧磕干虾仁提鲜，最后加入鸡蛋和粉丝翻炒一下，再加生抽、蚝油和黑胡椒碎调味，将调料翻炒均匀，5分钟搞定，觉得肉很好吃。再来煮一锅鲜掉眉毛的蘑菇汤，锅里加一点点油，把蘑菇煮滚炒再煎一会儿，先到蘑菇开始变色就可以重翻过来了。口蘑中间聚满汤汁精华，真的很有意思。最后加入清水煮开，加盐和黑胡椒碎调味，给鸡蛋和黑胡椒炒香后，这一锅喝下去就好甜美了。再来做一锅炒下饭的麻婆豆腐，豆腐记得提前焯水，这样口感软嫩很匀称。接着把葱姜蒜爆香，加入肉末、糖、调味料，翻炒均匀，加一小碗清水，加入豆腐中和调料中间入味，最后用水淀粉勾芡煮到浓稠，装入烧热的砂锅中，麻辣鲜香炒几分钟。再来加入鸡蛋和黑胡椒碎调味，其实豆腐烫豆腐几乎都变成到饭店的招牌美食，炸鸡卷做法简单耐心一碗，锅碗中放高汤和豆腐，这个和肉炒混下锅炒，炸至飘起，金黄色透亮，这样就炒出香味。再来加入鸡蛋和黑胡椒碎调味，其实豆腐烫豆腐几乎都变成到饭店的招牌美食，炸鸡卷做法简单耐心一碗，锅碗中放高汤和豆腐，这个和肉炒混下锅炒，炸至飘起，金黄色透亮，这样就炒出香味。在福州有这么一道菜，不管是红事白事，只要是大事，宴席上都能吃到它，被视为一道大菜，除了中国之城的普通的猪肉纤维就谈不成大一张了，锤的手都废了，宴席还不够的薄且有韧性，不锤大把碱水和糯米糊充分的融合，你们看接下来就是干锅，这也是有技巧的，密度要精准，不用担心，这居然是用肉做的，内馅的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，经典的葱香口味，方法贼简单，一半一捏就好，我平时做的比较多就会干，正常应该用鸭蛋的，因为鸭蛋在福州话里念作鸭乱，也就是太平的意思，形状完全不一样，它的皮吃起来滑脆有韧性，吃的时候有软溜溜的感觉，非常的爽口，快做给鸭蛋吃吧。在福州有这么一道菜，不管是红事白事，只要是大事，宴席上都能吃到它，被视为一道大菜，在它面前，龙虾、鱼翅、佛跳墙都得靠边站。没错，它的名字叫做太平宴，其中肉宴的宴皮是由一整块猪肉经过千百次捶打制成的，而且绝对不能用绞肉机，绞断了猪肉的纤维就谈不成大一张了，捶的手都废了，宴席还不够。特意去查了查，还需要加入碱水和糯米糊，这样做出来的宴皮才足够的薄且韧性。继续重复捶打，让碱水和糯米糊充分的融合。你们看，细腻程度完全不一样。用刮盘抹开，可以抹得很薄很薄。接下来就是擀薄，这也是有技巧的。先压再擀，期间不停的撒粉，避免粘黏。大约还有两厘米厚的时候，就要把宴皮叠在一起。再次进行敲打，就像打铁棒棒一样，密度要精准控制，将其中的折痕擀平，一整张薄如蝉翼甚至可以透光的面皮就做好了，将面皮切成长条叠在一起的切成正方形，不用担心，这居然是用肉做的，内馅的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，经典的葱香口味，方法贼简单，一半一捏就好，我平时做比较多就会先蒸一点，蒸了要吃的时候下水煮一下就好，这些就是太平宴所需要用到的食材，正餐应该用鸭蛋的，因为鸭蛋在福州话里念作鸭乱，也就是太平的意思，和肉一起煮就是太平宴啦，紫水在餐桌上有这么高的地位，全是它里面包含着很好的原因，肉宴吃起来的口感和滑动
不了，被笔都在屏幕找，带磨渣孔上蒸锅，半个小时开大火，出锅接磨带放凉，一勺玉米油到中央，抓拌均匀，像这样，再来转到面子上，一半加点抹茶粉，颜色如何很充分，搓成长条压成块，豆沙挤到中间来，这样收口看明白，整理平整再切开，糯米凉糕做好了，你也赶紧试一下，糯米凉糕做好吃。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火腿肠这样子，酥酥脆脆，比小酥肉还好吃。首先把火腿肠去皮，插上小牙签，再改刀切成小段，碗中打入两个鸡蛋黄，一袋酥肉脆皮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，加适量清水调成酸奶状，最后放点食用油，火腿肠裹上脆皮糊，六成油温下锅炸，中小火炸一分钟左右捞出，焦香酥脆，太好吃了。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火腿肠这样子，酥酥脆脆，比小酥肉还好吃。首先把火腿肠去皮，插上小牙签，再改刀切成小段，碗中打入两个鸡蛋黄，一袋酥肉脆皮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，加适量清水调成酸奶，大小朋友都喜欢的一款甜品，草莓牛奶布丁。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，准备500克牛奶，50克饼，30克糖，小火煮至完全融化，加入草莓搅拌均匀，到碗里放凉就成草莓牛奶布丁了，香甜可口，馋哭隔壁小孩了。大小朋友都喜欢的一款甜品，草莓牛奶布丁。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，准备500克牛奶，50克白凉粉，30克糖，小火煮至完全融化，加入草莓搅拌均匀，到碗里放凉就成草莓牛奶布丁了，香甜可口，馋哭隔壁小孩了。三肉1克葱姜水，冷藏备用。再准备500克猪后腿肉，二肥八瘦，不喜欢用。冷藏过的肉馅做出来的午餐肉比较劲道，把它和少许面糊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准备模具刷一层油，装好肉馅，用筷子。午餐肉没有人不喜欢吃吧？可以直接吃，涮火锅或者加三明治。外面买的不放心原材料，那就自己在家里做。提前准备150克葱姜水，冷藏备用。再准备500克猪后腿肉，二肥八瘦，不喜欢肥肉的可以少放些。放料理机，按屏幕上的配料放，量一定要称好。按这个配方做的午餐肉非常好吃，将它们打成泥状，放冰箱冷藏一个小时。这个时候再用面粉、淀粉和之前的葱姜水配一个面糊备用。冷藏过的肉馅做出来的午餐肉比较劲道，把它和少许面糊一起倒入厨师机，没有厨师机的就用手摇一个方向搅拌上劲，它就速倒。面糊再把面糊都倒进去，你大概搅拌了20分钟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准备模具刷一层油，装好肉馅，用筷子整理平整，盖上保鲜膜并扎口排气，上锅蒸一个小时，放凉后搓磨，切成后裹均匀的块，午餐肉就做好了。广东妈妈喜欢做的豉汁蒸排骨，平时做给孩子吃。